再见了，我的国服，下次再见，没了。挑战已经完成了，那些说我滚刀的，你后面直播没看是吧？后面挑战成功啦，27，还多了两个呢。其实你要玩一把，又单买一只，又单买一只。看我的，边路拿着。好了，现在不用帮我了，我没压力的。不懂技能图什么意思，又爱在那里叫。退得跟一张纸一样，我操了！哎哎！开始撤退，骚一下！开始撤退，我的我的 ，shut down，shut down。开始撤退 ，enemy double kill。敌人杰尼老师说你是借号的不？我自由，我选择。这狄仁杰真叫你啊！一个二技能被吕布击飞，你一个二技能都解不了，他妈的！哇！8.2 的评分，4-9，4-9还有8.2的超高评分。哎，国标最后一天了，要不明天借我徒孙的号来打一个月吧？烦死啊！哇，他妈的，马可波罗，老子打你这么多下都运不住你，你什么狗运？哇，极限了，这波砍的够久了，没话说了吧，是一波。所以很多人都提出意见说，华哥你能不能今晚多用吕布，我想截图留念。可以的，对抗路他真的不是看战绩的，如果你按战绩来看的话，我比任何人都差，但是如果你按评分来看的话，你自己看看，比太乙强。吕布能打的话，给大家秀一把吕布，打完再截图，或者亮标的时候再截图，把我的这张脸一起截进去。如果脸没截进去的话，那么将毫无纪念意义。还行，这把没有什么能切到我的，还行。先发育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乱杀。太乙，难道你感觉不到有杀气吗？刷钱，刷10分钟包无敌的。打你你能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子有复活，怕你个毛啊！我还有闪现，我还有大力。开始撤退。哎呀，你说为什么我打游戏他妈明显看起来很认真哦，但是永远都是负战绩，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？逐日离开，疯狂输出，闪现追击，火力全开，无敌！哇，你妈的！还是换了个吊场。
哎呦，没办法。开始撤退。过去的我，死机，看我的，有点恶魂，来波比较帅。记住了，吕德华带飞，居右京归海一刀。他把伤害刷的太高了，导致我76.9万的输出显得好像很低，其实我的伤害也很高。目前进人头加14。啊，今天晚上进人头加14了吗？真的假的呀？我前面3把都是负战绩呀。你太高估你了。你不会断大了吧？那你吃我一击吧。发起进攻。马可，你还有大吗？不行，以后要保持每天都是正的，不说正多少，但是绝对不能负。不发，发起进攻。哎，意义。废物英雄，开始撤退。是辅助，你去加一个牛魔点塔。今晚挑战负25下班，没有负25也不下班。刚才负8，负11。哪吒可以玩，边路哪吒我真的可以玩，出装错了，要先出肉啊！演我射手呢？创造奇迹的第一步，技能正在冷却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，发起进攻。技能正在冷却。不是你双亲不要了，是不是非要当个出身双亲都不要了啊？你妈的，打完你等着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不是你们全在看戏呀、啊？搁屏幕面前，请选择偷笑着吧，早晚被人打。请求集合。三切色，闪灯在哪里？绿德华带飞单杀射手，
三切射手。下次你也看到对面，如果选船长，你就选出典韦，报我名号，我教的，保证吊打他的。一千九晋级赛，评分前三，鬼谷子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大招正在出现。啊！发起进攻。啊！一千八的国标不用说，知道谁带废了吧？准确的说，现在是一千九。好好的上去让人打状态，上去被人打状态，你这个 B 辅助你是怎么混上来的？开始撤退。不是你们，别说话。请问东皇大招呢？还有你个破吕布，你在逼逼什么呢？你有资格指挥吗？下路使劲养啊！葫芦娃养爷爷，使劲养出一个大爷出来。妈的，还有那个辅助，你到底是怎么混上来的？我问你，你真的有多蠢，你自己知道不？还有那个吕布，评分全场第五，菜又菜的要死，一直给人打单杀，指挥个没完，逼逼赖赖不停。哇，这我要是他，我都找地缝钻进去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难杀吗？屹立不动，哎，叮，哎，奶，转，假装回城，哎，绝望，有时候，废铁，曾几何时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是一坨烂泥 ？MVP。哇操，这都不是 MVP， 还有谁能比我更优秀吗？输出不低，战死。这个一千九的公孙离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这个马超呢，虽然说不是那么的满意，但也不坑我，也还行。要不然这两个英雄难度很高，在这个段位拿出来，哇，真的都菜的抠脚啊！今晚都分都已经上了五六十分了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我天天附他技我就能上分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马超告诉他们谁带飞，打个字打得这么慢，哇，1300 1936，今晚上了100分。
第二名。哇他妈的真的一个晚上就没有一把正战绩，我日了。其实我打的都已经算认真了，但为什么我的战绩永远挣不了？难道这是一个诅咒吗？我这一把的目标现在只想干死那个魔神。快位平三。我跟你说，不是这个 B 墨子，我百分百拿 MVP 的。哇，这个墨子他奶奶的！哎，今晚上了100分，哎呦！轮到敌方禁用英雄，回广州了，分数回来是必然的。这里我不管怎么做，我手感都是极佳的，差不了。这个能杀。我先点场，我拉一下。打到了吗？大一闪。MVP 没了，可惜了。我绝对评分第二名，最少第二名。最后这一波，我以为不会死，苍穹流传再秀一波。哎呀，你看最后这波会死的。再见啦，我的国服，下次再见，没了。